才要种这么多啊？威，你傻了哦？怎样？不是这样做的啊，我不是说要打成泥。阿威，怎样？那个锅子你这样下去磨到那个锅子不就毁了？杨明威难得做事却狂被念，一位变赢又听第二，结果大翻转。在这几个月的时间，在老屋里面的状况，其实不是我一个人把菜做好，整个老屋就会很棒。让我感觉到是我需要有这么大的后盾，然后这么多的人，大家同心协力。你看，像阿布，他把外场 handle 好，然后康哥也把外场 handle 好，鬼鬼把他的甜点准备好，然后呢，阿威就是游走在，就是缺少了每一个人都不行。杨明威在营业中到底做了啥呢？微微某一种，他有一个微微，还是什么？好紧张哦！你会不会做出来会咸？因为有盐味。这次阿威要来血翅，从调酒师回归二厨，接下制作甜桃酱任务，真的有在做事。阿威，我需要你帮我把我冰箱上面那个泡芙的那个皮的两个都拿下来。哎，会不会碎啊？不会，你赶快。我很辛苦，阿威，来，我赶快帮你一下。没有，我可以。我会拿剪刀，因为他这些都我都做事，他都把它剪掉。他会剪我什么？在里面飘来飘去啊，对啊，吃东西啊。我现在要丢垃圾喽，有没有？在这边要学会 Q 镜头这样。哦，这样哦。对，这段保留哦。对，拜托剪接师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些都不会剪进去。对。是哦，对，怎么了？好像我都没有在做事。嗨，我在切柠檬，你看我在上班，我们在备料啊。还要种这么多、啊？那你有称吗？有啊，500七扣掉，看看刚好500啊。阿威，你傻了哦？怎样？不是这样做的啊，我不是说要打成泥。阿威，怎样？那个锅子你这样下去磨到那个锅子不就毁了？弄到锅子啊？弄到锅子啊？这个甜桃酱疯狂被念，阿威要变成赢又停第二了吗？哇塞，这果酱好好吃哦，真的很好吃哎，真的。所以我觉得我的学习能力好像很强，是不是？